刚结束刚踢到比赛的运动员来自英国 ，That was Marissa King. 接下来要进行刚踢到比赛的运动员来自英国 ，Rebecca Wing。 接下来要进行跳马比赛的运动员来自美国 ，Alicia Sacramone。 Up next on floor exercise for Italy。 下一位要进行自由体操比赛的运动员来自意大利。 下一位要进行平衡木比赛的选手来自日本 ，Coco Tsurumi。